拍了立马就出照片的那种，那种好吗？也不好，不用立马出照片啊。现在我们都很少洗照片啊。以后我打算买一部相机出照片的。拍立得吗？然后去那种旅游景点做摄影去，拍一张多少钱？你准备去哪里？井冈山吗？哪都行，反正上海滩呐，反正美国啊、欧洲啊。哎呦，那你先把英语学会了。我不会，我会五种语言，好吧？先来两种。普通话。嗯。英文。嗯。嗯，江西话。嗯。四川话。还有粤语。都很流利的，好吧？你怎么会四川话？雷丹是四川的吗？对啊，我走到哪儿都行。来到广东也不怕，那都不是国际语言，好吧？开玩笑，英语不是国际语言。讲两句来我听听。我说 fuck fuck shit shit， 这不是流利的英文啊。